怎么会有这么多萤火虫啊？好看吗？但是我好看，还是越过太子好看？吉言哥哥，你是吃醋了吗？那若今日我真的跟月幽默会越过去当他的太子妃，你怎么办？我突然间觉得，其实去越国做太子妃听起来也挺威风的呀。反正皇上这么宠爱我，我现在要是反悔，他肯定也能同意。到时候我……早已是你的人，此生不悔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